近日，邓超和孙俪带着儿子等等现身 NBA 球赛现场，等等的正面照首次曝光，帅气模样让网友们直呼实在太可爱，完全遗传娘娘的好基因。当天，邓超一身黑衣酷帅打扮，而孙俪娘娘则是一身休闲装，带着小黄毛，十分俏皮可爱。当摄像机靠近时，邓超孙俪夫妇对着镜头只给儿子看，等等面对镜头有些羞涩，正面照也首次曝光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很是天真帅气，和邓超互动也是有爱满满。网友留言：等等好帅气呀！10月5日，邓超在微博上晒泳池自拍视频，为孙俪的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宣传。邓超视频配文：脑子进水了。邓超其实一直都是比较恶搞的，经常这样自黑。最近孙俪的《那年花开月正圆》正在热播，在剧中孙俪和几位男演员的关系都比较密切。邓超之前还吃醋，把电视剧宣传海报上男演员都 PS 成自己，这样吃醋秀恩爱的邓超也是没谁了。留着小胡须的邓超其实还是很有男人魅力的，难怪虽然爱恶搞，但深受粉丝的喜爱。